这位行人也在横穿马路，不过他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了，被撞了个正着，得亏车速不算快，否则真得伤个好胆的。这位心也够大，既不走斑马线，又不观察路面情况，一门心思低头打电话，能不出事儿吗？指望开车的躲着你，不如自己呀，守点法。